为了表扬议会五十六名议员当中，包括蔡淑惠、陈秋平、甲黄丽娇这三名议员的父母结婚满六十天的算结婚，其中郭新娘家己开始买计量金牌、甲金门高粱来分别烧送，希望家亲市民对幸福家庭的认同。那台南市议会今天特别呢，啊，大家那个我们金牌要送给他们这一对。啊、这几对还有那买了金门的纪念酒，啊，为了喝他们哦，啊，结婚60年哦，他又能够被人称为钻石跟钻戒，啊，人家人生内底哦，结了60冬的真正不简单呢，真正经过这么久的时间，啊，搁来互相关系、互相关怀，啊，启用诸路中带心灵。夫妻结婚满一家子确实真无简单，不过台南市各区除了永康有两对算结婚的名额，其他区域拢只限一对，所以当地议会才受表扬值得欣慰。共同走向一家子，实在足无简单。除了两个老的拢足空间，啊，搁而且维持60冬的婚姻，其实伊人即马现代人。卖讲离婚率高不高？就我们的成婚的，咱咧结婚的年会，拢愈来愈侪，要完成60年一家子的婚姻，其实未来应该会是绝响。啊，是大人过去他们的那个算讲较农业生态的生活，哦，夫妻就是吵吵闹闹得罪过，但是呢，啊，都会互相很关心对方啦，吼，像我妈妈即卖离老结婚。啊，因为身体吼，会关系无法度落来一老，伊拢关心着爸爸讲，啊，是毋是有食完，是毋是有食饱？哦，这个就是啊，他们的吼真情流露啦吼。所以你们两个一斗，那我们这做晚辈的还是有压力呀、啊，要劝一番。那像这种代志，会当持续能够共同生活了68年，这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珍惜的。议员父母伫受议会主管的共同见证，嘛祝福因一家子的幸福，继续勇敢，成为彼此上坚强的枝条。今日新闻，君子采访报道。